哦，杨贵妃，哦，阿姨耶，哦。
来灾后好好想跳舞，要不要跟我一起摇摆？好，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吉他手，王同学，你在哪里高就现在？我现在在巴斯卡打工，巴斯卡的贝斯手，他在部落很早，国中、高中就在创作了，他不是对部落的文化也非常的深入的去学习的。那欢迎阿西，我们带来这首《庆丰收》啊，这首歌的故事呢，过年就要到了，然后女孩子就像蝴蝶的幼虫，然后慢慢变成越来越美，然后跳舞时的裙摆会飘，然后男孩子呢跟着她的后面一起跑。庆丰收，然后明天再休息。